1204号。北五八到交通西方向机油，我是刚刚的后站的113.5月15号。松安站了，也又是老样子，16:03左发车是1204。北五八到交通西方向看机油，那引力锁一下3分钟就完93个圈了。87/98 C 次准备通过。我是刚刚列车站的113的5月12号，松安站6:03所拍摄的是12044，北五发车就用西湾银行机油，一绿色一下3分钟就把银932圈了。有了12044，看我基隆932圈了。准备交的是8798 C 次，苏澳新发车进入宜安线，还往寿林吊场的 A 五白型1502民社金光牌单电力接头运转车列车，在松安站准备通过，拜拜。耶，两辆车。拜拜，我的 A500 型 A502、在双南市里通过小管的120是在双南市里刚刚支持，也一列900一列1500型，那个自在电报板6:04。好了，8798是一条线，还蛮开心的，两边都拍到瑞芳跟松山，又是小啊，早上是拍那个1505加6.PP 是吧？啊，赶快谢哥哥的肩膀位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再见。